天呢，因为这个新闻是滚动的嘛，好不好？我就直接说，因为我们前一趴也有就讨论，在今天很大的新闻就是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被爆料，他和去年他在选花莲县长时候的随扈发生了不伦恋。当然，稍早的时候他已经向总统府请辞获准，而且透过脸书表示他并不知道李姓随扈的真实婚姻状况。就在刚刚，李姓男子的妻子发声明表示，古拉斯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老公有婚在身，却不顾伦理道德破坏我的家庭，请小英总统喊话咯，赖清德主席来主持公道，请民进党还我老公。